我现在老人卡可以做了，对。选一下。嘿嘿嘿，我看。你刚刚应该是在里面的，这个现在很少。不会第一天就掉了吧？真的不见了。第一天，你看，真的不见了。老人卡，第一次就这么就再见了。我在。这是钱，这是什么钱？啊，有在这边。哦，脸表。对对对，这样这样这样，在右边再走100公尺就到了。这里没有。我现在老人卡可以做了，对。嘿嘿嘿，选一下。嘿嘿嘿，我看，龙山寺，台北车站再过西门龙山寺。龙山寺。哦。黄先生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喂，哦，你好，你好，那么巧，没有了，我们才拍一节嘛。好，你刚刚应该是在里面的，这个现在很少。不会第一天就掉了吧？真的不见了。第一天，你看，真的不见了。老人卡，第一次就这么就再见了。我在，这是钱，这是什么钱啊？有在这边。哦，脸表了。哇，真的每次都很想吃哎。对。瓜哥，这家是你开的吗？不是啊。拿内用吗？哎，内用。哎，大姐要。要内用。哎呦，香啊！砰砰砰砰。哇，招牌耶。上面全部是香菇，还有你看那豆腐，外面卤到这样，里面白的，通透。哎呦，那这么行喽？下面一位还是时尚老家，本来出任务，一直在吃东西。一般的老年人来这边，下午的时间啊，打发时间，跟三五好友聊天啊，喝茶唱歌嘛。我今天你领了老人卡。对对，剩头一摆，头一天。你讲有老人卡无？真有啦吼。哎呀，你有老人卡？有啊。哇。哎，是啊。有啊。